了十万八千里吧。拼了。教练，好久不见了。别，你是我教练，你打的球我可不会教。哎，教练你别走啊，我现在天天练球，已经能打好了。真的？你看啊。还高杆西裤，你学好了？我本来打的还行。教练，我们打一局啊。你真不蒙球？啊，那可不一定。这样，你马球，看我今天啊，不打得你满地找牙。没下球。来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遛遛。教练，说话别这么难听啊，我去拿杆。先生，您的快递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弟哥，这不是我们上回打球你带过来的水电房井台吗？对啊，好东西，这次送给你了，知道你未来老丈人爱喝两口，拿去拜年肯定拿下。真的啊？你以为呢？水井坊井台被誉为九中美学，喝起来有四个字，甘甜润泽，一听是不是就让人想到成都周边雪山的甘冽的感觉。一毒双香三加是井台的特点，独有的发酵物质一号井以其纯甜和醇厚两种风味典型融合在一起，就是又柔和又不单薄的口感，会喝酒的人都叫有露头，你岳父肯定喜欢。看着还挺好看。宫墙红琉璃金，红砖金瓦，尊贵大气又很适合春节，带他回家就是把美带回家。好，过年回家就带他了。你这打的是什么呀？我本来想高杆右赛叫十一号球的。你教的啊？我什么时候这么教你了？丹凯，你给我看好了，高杆左赛走六号。说到做到嘛。这才叫打球。给你嘚瑟的。教练，你也懵了？还不是因为跟你在一起太久，被你都给传染了。懵个球，不算，你来。嗯，不算。那我咋打？这个带啊！我不信你能打进。你，哎，我刚只带了啊，这算吧？算你进。谁好？就那几带啊？不信你还能进。这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吧？拼了！还打算三连传啊？滚！真传进了！这点啊！你这学得好呀，教练教得好。说得对。哎，那按理说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啊？嗯，咋感谢？我看这美酒就不错。那我带回家了，谢了。